照顾无错，今日安尼吼，饮淡薄小酒，叫你欢喜，叫你轻松啊。虽然讲哦，今麦就想要倒伫眠床顶困，不过佳佳，我跟你讲哦，睡前保养对查某人来讲是真重要哦，千万不能马虎。我知呀，你各位讲，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，对不？妈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较早喜欢看你伫个镜头前，伫个抹保养品。有时阵我嘛会偷偷用，妈，你只管喝新酒吧，我嘛买睡前保养。什么酒？我的就是你的，爱用哦，做你提起用。我跟你讲啊，爱美是女人的天性，咱对咱家己的皮肤啊，都要请求阿辉赶快，越娇哦，那个花才会开得越漂亮，越芳香，啊，那蝴蝶的自然围绕在我们身边啦。真的呢，我感觉我的皮肤啉一杯水，水嫩嫩的，够胖胖的呢。妈，有你做我的美容军师，我以后一定跟你同款水。那是当然的啊，你是我生的，一定吼嘛是美女一枚啊。唉，是个拄只安遮老的，啊，大家为着我哦，放下人生不变的代志。来这给他庆祝鼓励我，我实在感觉很感动的。妈，你是怎样？你想到爸爸已经离婚了，在艰苦？不是啦，妈妈是在想说，我原本就是说，要结束我这段引以为傲的婚姻跟爱情的时候，我也很辛苦。但我想不到我竟然这么简单就结束了，今天又在开这个离婚 party。 你想想的哦，这一切好像都不是真的。我跟你爸爸从年轻时候就互相依赖，然后早早就结婚生子，还想不到现在这么轻松就结束这一切。有当时我感觉我的人生跟那是出戏同款，快乐又悲伤。妈，你不是讲过，经过痛苦的人，才真正会成长，才会变到更有价值。这一切拢是爸的不对，是爸毁掉咱这温暖的家庭。佳佳，妈妈有跟你讲过，虽然讲这一切是你爸爸的不对，也毋过你同款爱尊敬。同款会记得伊对你的疼爱，你看今仔日，伊就特别摕你的衫来让你替换呢，安尼表示讲哦，伊对你的爱从来毋捌改变过。你袂用因为要替妈妈出气，你就无尊敬你爸爸，知影无？我知影，其实我嘛真爱伊，只是我感觉伊处理感情的方式太过幼稚啊。我大概我想要甲伊骂，骂甲伊真实。你爸爸可能哦，过去拢过了真顺心，所以即摆拄着感情的代志，就表现出伊的弱点嘛。啊，再家己的人生无遮尼凄惨。佳佳，妈妈甲你讲哦，以后你若交男朋友哦，啊，带来我看，妈妈替你鉴定，我要好好看清楚这个查甫啦，袂用互伊伤害伊。我才不爱结婚呢，我要干妈一世人做伙，永远都莫分开。啊，够歹势哦！好啦好啦，不管你做啥物决定哦，妈妈拢支持你，而且哦，咱永远拢袂分开，因为哦，咱就连困哦，嘛爱吵起嘛安尼难做伙。妈，遐个八卦周刊扭曲事实，甲你写到遐尼歹听，伊拢无拍算要告伊。现在对妈妈来说，打拼赚钱才是最重要的，我根本就没想要插伊的八卦。咱都莫插伊，莫做出任何的回应，啊，让这个八卦慢慢退休就好啊。毕竟我跟恁大林叔叔真正无安怎嘛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啊。只是讲，可能影响到你的好好的生活，你也学会保护家己哦。
千万不能随便跟你同学起冲突哦。你莫啥物拢先顾虑我，我甲你讲过啊，我一直陪伴你，保护你。等你若是赚着钱，你会使先投资给我。等我大汉，我会甲真正好吃鸡排发扬光大。我会做第二代鸡排界的林志玲妻子，和你爹出来做贵妇。小佳，你有这心哦，妈妈就很欢喜。也不过比起做贵妇，妈妈现在较想要做的是认真生活的职场女强人。因为自从我出去吃头路以后，我得到真多成就感呢，这是较早拢唔捌感受过。所以我想要挥别过去，展望未来。我想要靠我家己的双手，拼出我家己一片天。我要好好找出家己的目标，找出我喜欢做的代志。因为我要做我早间的瓦壳啊，我要和我早间过上好的生活。妈，你已经是我的瓦壳啊！未来我要跟你同款水，我嘛要跟你以母女当女强人身份登上杂志封面，让大家对咱刮目相看。我要洗清遐八卦周刊对咱误解。好啊，安尼为今嘛开始，咱两个就是神力女超人母女党，来作为排除万难、勇往直前。不管有结婚无结婚，咱要活出家己上好的人生。我无想要你一个人困啦，你伫厝孤单的，我嘛无想要一个人，我就需要你。冠廷，咱真无简单才行到这，以后还搁较珍惜对方啊。今日开始，我会逐天陪你，我会逐天甲你讲早安，甲你讲晚安，困同一个眠床，做同一个梦。你不用陪我，我已经失眠了。拄只真无简单要困去，搁你吵清醒，我拜托你，你等下你房间困了无？你是不是搁咧生气啊？歹势啦，我竟然无应该对你大细声，我应该体谅你的心情。你原谅我好无？你若是无想要跟我讲话，袂要紧啊，我着定定伫只陪你，我会让你好好休困。拄才你倒迄个位，心容伫个遐困十几年啊，所以你讲，我免来困下去。这个月发生遐尼啊侪代志，对我来讲，好像有这个世界已经拢变了无同款啦。我想要一个人好好安静一下。他这个家，你嘛拢已经顺利的移搬入来啊，你给我家己淡薄仔空间，好无？这个房间。拢是你甲金星荣的过去，所以你无想要让我入来。你是安怎袂清楚哈？金星荣早就爱着别人，伊去找别个查甫啊，伊反背你呢？敢讲你遐永远伫遮戆戆啊等待因？这嘛是我甲金荣的代志，你无需要搁再提醒我。我是唔甘你。我想要你较早看好清楚的，我才是唯一袂反背你的人，嘛是唯一会守护你的人。啊，即马咱两个拢单身啊，啊无人会主动咱，我就唔知影你是安怎，搁要一直拒绝我。秋怡，我已经讲过啊，我对你我。
我是关心，是正义。是我家己做唔对，是我家己意志无坚定，我后悔啊！我即卖想回头拢已经袂赴啊！你敢知影你即卖给我的拢只是压力？你是真勉强甲你甲我两个人绑做伙尔，你知无？你想我要讲这话来伤害我？我知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咱即卖是老夫老妻嘛？好啊，我会当接受啊。不过，你讲什么？你有压力？我的压力敢会比你较少哈？拄着不知道要安怎收煞的代志，你都用压力来做借口。若是安尼，你之前是安怎无爱较早放手？你不是讲你的事业、你的家庭，给你足大的压力？你只有跟我做伙的时阵，你才会感觉轻松，才会感觉快乐。我即马真心拢离开你啊！你如果无想要失去伊哦，你就是贪心啦！你就是想要享其人之福，你就是要逼到我有一天嘛消失啊！你才要后悔。我就唔相信到时阵你会偌轻松偌快乐。好啊，消失啦！你消失啦！怀德，怀德，我就是一个滥情、自私、无担当的傲查甫嘛！你拢看破啊！你谁人歪离开啊？谁人搁要伫我身躯边啊？我就是爱情的天使嘛！我为你付出偌济，我就不相信你不知影。你谁人就是不爱珍惜我？看我清楚好不？真心容易给你带到这才走啊！以后你老啊，留在你身躯边的人就干那我尔。果玲，如果犯着袂当原谅的罪啊，我身躯边所有重要的人一个一个来离开我，这是我家己做得来的。得了，我家己，我一世人，是做注定孤单的这个结果。你要提这间房间对不？我来困客你啊！关天，关天，别让你啊！心荣，我了准讲，目睭开起来，困去啊，都让个你放袂记。想知影，我的目屎也是无多控制，我才发现着讲，我根本都无多欺骗我家己，我根本都无多将你放袂记。心荣，失去你。我真正足疼，我真正足疼，你敢知影？是你让我误会，因为你无法度接受，我决定要离开你的痛苦，所以你让我误会，我学我这种方式来减轻你心内的痛苦。婚礼办离婚登记迄个时阵，一点啊都拢无张图，都把囡仔转来。我怨恨你这尼啊无情，甲我放散，我真正足唔甘愿。是安怎你唔肯搁再给我一摆机会？是不是因为你的身躯边已经有林天祥，
甚至是其他达波人的追求，所以你才会当遐尼啊紧，都甲咱遮尼啊侪年翁仔某的情分拢总淡掉。即卖我，即卖我只会当永远、永远的痛苦，甲后悔。